后个月十四、十五号两天，就是予全台各地民众拢相当喜欢的昆新王平安夜祭。主办单位之一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特别伫夜祭进行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一礼拜六第一个登场的，就是夕阳音乐会。主办单位邀请到歌手到现场演唱，要甲民众做伙看日头落山听音乐。除2020煤气，好，请撒盐，二撒人员健康带回去，请撒盐，三撒平安福气跟着你。今年昆新王平安宴祭即将要伫咧十一月十四号甲十五号两天登场。离婚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了要来营销北门沿海地区的特色，更是特别对这个月开始就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要来提早迎接这个让大家期待的日子。然后像十月份，我们特别在二十四号，在这个金三角盘盐田邀请，那个陈明章老师哈来做这个夕阳音乐的演出哈，然后结合着盐田哈的一个夕阳的欣赏跟我们台南的这个九大神偶的这个所大出场的这活动哦，非常的精彩啊。那另外像十月三十一号，我们也结合了这个大北门区的周边的五间的庙宇啊，王爷庙宇，然后一起跟这个南昆山的王爷总庙这边来一起，我们这个办理的这个北门单车啊闯关的玩很大的这活动哦，那骑单车也可以吃这边的美食，然后跟神明这边来祈求整年的平安，那也可以在参加这些活动能够来获得这个几张抽大奖的机会哦。配合这样较严惨的特色，在搭配上日头落山的时刻，是在地一大特色活动。二月十四号的音乐会，就是要伫咧安尼气氛之下来举办。也邀请了民谣歌手陈明章来到现场演唱，更是会有抽奖甲市集的活动。大家好，我是陈明章。十月二十下晡四点，夕阳之音音乐会，伫咱台南北门正卡的盐埕，我会去遐唱歌给大家听，欢迎到阵来听歌，欣赏日头落海的好景致，水水的北门，赞啦！透过了多项丰富精彩的活动，相信一定会当创造话题，也是吸引人潮前来。这回为这摆平安宴者抢先来暖身，也是来欣赏在地特色，更是要再创观光的高峰。记者郭佳明，北门区采访报道。